大件事大件事啦，郑嘉颖被澳门警察拉咗。真噶，佢星期四喺澳门拍紧新片《九龙不败》嗰阵，消息话佢被司警带翻警署调查。《九龙不败》剧组寻日去咗澳门保安部事务局大楼取景，包括郑嘉颖同导演陈果带翻警署调查。《九龙不败》监制钱小慧接受我哋访问嗰阵时承认发生咗啲问题，要喺差馆接受调查。而家件事就交咗俾律师处理。到昨晚九点，澳门保安队事务局发出声明，话曾经收到制作室嘅申请，喺1月11号以及13号，即系星期三同星期五，喺澳门保安局大楼外面拍摄，但有关嘅申请并冇包括星期四，即系寻日12号。又话剧组系强行进入大楼，就算即时派员阻止，剧组都唔理。而嘉颖嘅女友陈海琳又喺昨晚近10点回复传媒话，知道男友嘅情况，亦都等紧佢嘅消息。放心啦 ，Grace， 嘉颖夜晚11点到已经获释啦。